欢迎下面一位大大。好，我老师们好，我是大大。我首先想跟Ben说谢谢，因为我怕等下嗨的时候忘记说，谢谢你们了。现在我带给你们一首西方的摇滚的歌，叫做 It's My Life， 会唱的一起唱。Oh yeah， come on。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I ain't gonna be what a faith departed. I ain't gonna be when I'm rolling aroun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life and it's now or never.非常的好，非常好。如果我不看他的人的话，我会觉得方娇维真的站在这儿。哦哇哇！掌声鼓励一下，很高的评价啊。方娇维，方娇维真人在这儿。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特别，我们都特别喜欢的歌。It's My Life， 所以就然后你演非常经典的歌，就非常经典，就挺到位的。就是再使点劲儿，那个。有些那个歌手的动作去掉一点就更漂亮了，譬如说有些不宜太多，是不是？有些他有时候会这样走一走，就是不太。但是他那一个拿话筒的那一个，跟邦乔维还。对对对，如果斜着拿话筒跟邦乔维很像，对，拿话筒像。好，大家表现的算是不错啦，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谢谢，谢谢。而紧接着呢，今天还是要由三位来选出本班今天表现最好的那一位同学，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稍微讨论一下好不好？稍微讨论一下。对，那还是要跟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讲说，他们也可以参与一些投票。投票的方式呢，可以参照我们屏幕下方的方式。然后呢，有很多的选手今天的精彩表演，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的嘉宾呢，也都给予了一些评价，大家支持他们呢，给他们投票。对，我觉得将来打气，他们可以常常在网站上跟你们沟通，那有些鼓励啊、支持
啊，然后批评谩骂就不要了啊，拜托拜托，他们心里也是相当的脆弱的。对，小树在遭遇风雨的时候需要呵护的。哎，这倒是真的，那也请给他们多鼓励。老师，选出来了吗？啊，已经选出来了。选出来的是哪一位呢？公布吗？现在？现在绝对公布，还是晚一点 MSN 还是什么呢？行，当然是现在了。你给我留一个手机电话，晚上给你发短信。好，现在先投个票。我们觉得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大大吧，叫。Oh yeah！ 恭喜大大，请出列来，我们三位老师也来进行一个颁奖的仪式。来，恭喜大大，大大是你拿到奖品了。是的。恭喜大大，还是想一下为什么会是大大？你认为是表现最好的一位？我觉得他的那个嗓子特别的好，特别有的爆发力，他的那个现场的表现也特别的到位。其他两位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其他的这些同学都会多多少少有就是没有他那么成熟表现出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大将。